自己变成妓女，然后两个演戏再给对方看。佛陀可以一次变一万个佛陀，就像周利盘陀，一个最笨的比丘，正的阿罗汉，他可以把身体变一万个，没有人认识哪一个是真的周利盘陀。你看多厉害，一个最笨的阿罗汉就可以如此了，何况佛陀。所以各位要不要赶快成佛啊？记住这个，一切努力为了成佛。这个目标如果离开，就不是大乘佛教，你就会停在世间的输干牙，成就非成就，你就输了。为什么你这样讲我？我也没错，那你就输了啊！因为你这个小小的事情，你都过不了关了。所以，各位在这一点一定要。一切为了成佛，一切为了慈悲，要把个人患得患失的心态放在旁边啊，所以免得哇，刚刚师父讲话不太客气，他想一个晚上，隔天来报仇的啊，不满，然后那你怎么修啊？你没办法了啊，原来你这个爱面子、我执、傲慢这么强，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七天睡不着觉，含恨而死，即故为。那你看你烦恼有多大？那自己又过不了这个关，自杀的人大部分都这样，过不了这个关，不甘弯，你去泼人家硫酸，然后再泼硫酸泼自己，结果自己又没死，你看多痛苦。但是那种一念的烦恼就会铸成罪。有没有办法反悔的事情啊？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反应要快。什么叫反应？反应要快是回归佛性，啊，多少钱？反应要快不是回归烦恼。你哪个话你没？你哪里跟我讲？就像一个女人一样，她很敏感的，她这个男朋友讲一句话，好像哦，她就睡不着觉。你看，该敏感的是对佛陀，因为我们现在皈依佛了。所以八关斋戒就让我们抓住这一点，所以那就要老实的去持戒，就可以圆满。那菩提心以空性做基础，以不离大悲做根本，那你要符合这两个，那才成为愿成菩提的资粮。那各位每一尊佛，你只要看到他的形象，听到他的名字，你都要去了解他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每一尊佛有度众生的视线、善巧、方便、因缘，所以每一尊佛怎么样帮助众生？特别本师释迦牟尼佛把完整的成佛过程视线给我们看，三大阿僧祇劫的苦行、六度的圆满、百劫修相好，乃至成佛以后怎么样的在人间49年善巧方便，乃至呢视线进入灵山净土、千百亿化身。释迦牟尼佛，各位要去研究啊！像我很喜欢研究佛陀从入涅盘又开始示现什么？一入涅盘8年，马上示现成莲花生大士，在24年示现成极喜金刚，再来就以肉身各种形象在人间、在六道不断的在示现，包括天台智者大师，各位认识的。所以很多大善之事，都是佛陀的示现，包括玄奘法师，包括济公活佛。所以这些老实说，我们大家都对他们耳熟能详，这个都是佛陀的化现。包括关公，关公是佛陀的化身化出来的啊，来人间普度众生等等。所以那当然各位可以去思维研究，然后哦，原来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真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。那不可能说观音菩萨你去，佛陀我不去，没有了。阿弥陀佛一样，阿弥陀佛化现的比释迦牟尼佛还多啊！为什么？我们念阿弥陀佛百千万啊，法身、报身、化身各种形象显现啊，所以念念阿弥陀佛，弥陀时时示现。那我想这个不能用量来比啊，它就叫入法界，就是就像没有一个空间，在这个地球没有一个空间没空气，就这个意思，没有一个空间没轨道，所以每一个空间都有佛，一个维系的一围城
一小灰尘里面都有无量的佛的世界在里面，你不能用人间的想法来看来看啊。这个重量五公斤，这个重量十公斤，请问这个讲重量五公斤十公斤，这个是正确不正确？不正确，那叫地心引力了，不是它有重量。地心引力，那如果你到月球就你就不能称几公斤了，这样，因为没有地心引力，这样。所以就一个讲法来，太阳从东边起来，西边下去，这光华丢啊不丢？你会被笑死，人家太阳没动，是你地球在动，你还说我动。但是以前人的想法就是认为这样啊，太阳起来，不是的，你沉下去了，啊，那佛法就是说，如果你学了佛法，你会用这样正确的眼光去看世界。哦，原来不是你骂我，是我骂你的回响，你了解吗？今天你骂我，你称赞我，对我好，那个都是一个回响，一个反作用力而已。再来，这个回响里面没有你也没有我，各位还要思维三轮体空哦，不然你会气死，不然你会执着。那你必须用佛法的思想去看这个世界，这个很难哦，很难哦。啊，有些菩萨这边念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，你早不见卡电话回来就念不落啊，安尼，什么代志？什么代志？啊，因为他已经忘了他在，因为他一执着，他就先把他佛经放下再说了，啊，所以那这个情况你要知道，你对佛法有信心，你不用接他电话，他都会好，了解吗？啊，接他电话是放不下，是这意思了。就像我出家，我是说不能接家里电话，什么都不能接，哎，要真断。心里想说看一下也好嘛，特别看儿子，对不对？太太要来看我，我要看儿子，来互相看一看啊。但是你要断，他死了你都断，他死了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修行才是对他好。你要真爱他，你就要修行，要修行才是真超度父母。看起来离开父母是不孝了，但一子出家，九全七祖尽超生。所以各位，为了孝顺父母，为了普度家人，今天就在这边剃头发，不要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这叫放下，没事，我还没好死。这叫放不下，吃东西准你没好的交代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有很多很多菩萨，他先生死了，他叫我帮他超度，我努力超度，他只问我一句话：请问我先生没有留什么话？我问十几遍，我就不想回答。没有，我讲我替您安讲了，阿弥陀佛了，念佛了。你还要想得到你先生一句说啊，你好好照顾你自己，那个就是一种执着。我说你问这个干嘛？你要问的是他去净土 OK 了，你自己呢？赶快念吧，净土相见，阿弥陀佛啊！啊，所以那我想各位，你要站在佛法的思维角度，来超越世间的执着，来降服自己。各位，你皈依了，受戒了，乃至你宿世的因缘，旁边都有很多护法善神啊，在守护着。所以就像不动佛有大象做守护，事实上还有更多，地藏菩萨有狗谛听做守护，文殊菩萨有狮子做守护，一般呢都有龙在做守护啊，降龙罗汉，降虎罗汉啊。那意思是说把他降服了，倒过来他们还守护你，帮助你，不然就没办法普度众生。像各位，你要超度，你要超度动物要有动物的护法，你要超度堕胎胎儿有堕胎胎儿的护法，你要超度人类有人类的护法，你要外面的灵魂鬼魂要进来，要护法带着排队，不干扰啊，带队地方啊。所以就像土地公，一般人往生了土地公的护法必会来，然后带着亡魂魂要叫他离开，知道吗？所以带他去蒙阿波，带他去超度等等，这些护法善神我们都要祈请。所以各位要经常练习跟诸佛菩萨称赞祈愿，跟众生说法慈悲，养成习惯啊。就像你年轻喜欢打电话给你男朋友，说他听跟过来说你说不错啊，因为你喜欢嘛。但是我们现在是慈悲，你会你的思想会更丰富
啊，更慈悲，更维系，一花一草一木你都会跟他讲话，养成习惯，因为你爱他嘛，对不对？各位看到你的狗来了，哦，就摸他，因为爱他啊。老实说，现在有个鬼来了，你爱他，他会不会超度？重点就是这所在，鬼来啊，紧走，你愈派愈派，我跟你讲，鬼来了，拥抱他，超度。那佛陀讲的方法很简单，慈悲三昧，降一切魔，超度一切，是吧？啊，重点是你不要跟人家对立，跟人家对立啊，因为他是鬼，他是魔，更要用慈悲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没有别的方法啊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叫不恶法门，不恶就不要怕自己受伤害的空性，完全接纳对方的悲心，去接受一切。所以那这样以后你就觉得，哦，这么简单，佛法没有困难啊，不用一旦以前在道教或出位 有刀有剑或给魔来吹啊，辛苦扎个叮叮当当给魔。那现在你带了很多配件，不是降魔，如果你降魔，魔还是进来的，因为你有魔心，你才是魔呢啊，带着这个配件是悲心，悲心啊，请到我身上来，这个意思吧。要莲花生大师说，有魔来了，赶快请魔嘴巴打开，他要跳进去，猴力加猴力加啊，这样魔就被他超度了。这个叫密乘啊，也是佛陀的心态的密续，永恒的慈悲三昧。所以各位要用，你相信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唯一的武器，念一下，慈悲是武器，忍辱是力量，空性是精髓，那你就安住在无我的，接受一切的忍辱啊，永远对对方慈悲就好了，不管用什么方法。有一个菩萨问我说，他有堕胎，好像都没超度，怎么办？晚上还听到胎儿在哭，哎，啊，我的经验多了，还真的有胎儿在哭啊，他们都讲给我听啊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这样好了。你每天就观想很多堕胎胎儿，我是妈妈，我负责来爱你们，啊，然后呢，包括自己的堕胎胎儿也一起爱，你这个胎儿会被你感动成婴灵王，他专门在超度他们呢，啊。哦，我老婆足足逼，看见了，啊，所以你为了你爸爸去开一个老人院，那爸爸当然超度喽。所以，但是不要自私，说我只超度自己的胎儿。啊，但是因为你自己的胎儿的苦你呢可以体受，你更体受所有堕胎胎儿的苦，跟所有堕胎爸爸妈妈的痛苦啊，跟所有帮人家堕胎杀业的痛苦，哇，他们都好痛苦啊。所以这个婴儿就让你升起了对世界的大悲心，那功德大不大？太大了啊，这个堕胎胎儿让你成为菩萨了。所以佛陀说以苦为师啦，我们过去造业的苦才会成就的助缘，就像弥勒日巴，如果他没有杀人要下地狱，他怎么会快速成佛呢？所以意思是说，各位要把不要要转障碍为成佛，不要想要去消灭障碍啊，这个障碍是让你更精进的。所以别人讲你缺点，你要更高兴，更接受，更努力啊，所以能够把这个事情圆满，那别人就觉得很有意义啊，对你有帮助。所以佛菩萨会示现各种方法来告诉我们怎么帮助你。佛菩萨太慈悲了啊，就像很多妈妈想要教儿子没办法，妈妈就透过别人，她说给我，你就请我儿子给他高薪水，别人两万你给他四万，哦，又有代志啊。那我说这样怎么办？四万都他出，然后呢，啊，师父我包给你十万，你养我囝。为什么他要教他儿子吃个素嘛？在佛教的环境里面工作嘛，看他有没有好处。这样，哎，我这个妈妈伟大，所以我都会跟里面的员工，哎，今天付戏班的哦，不是我们付他钱，你们对他客气一点哦，啊，因为你不要去讲他缺点，万一他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教不了他了，不是为了四万，人家自己付薪水的啦，比你们伟大，你看很有福报。拿这么多钱叫他学佛，对不对？就像几孤独长者的儿子，他参加一次八关斋戒得多少呢？十万黄金，十万
他跟他儿子说，你可以参加这边八关斋戒，背一句佛陀的话回来，爸爸就给你十万。他儿子为了十万，只好这边坐老半天，很努力的听，听不半句啊。为什么？佛陀知道他动机不对，就故意让他记不了，让你半句也记不了，他就很痛苦，不敢打瞌睡。我一直要记，一直要记，然后佛陀一直不让他记，然后因为这样开悟，这样他就入定了。入定终于背一句话，他才说：哇，这种入定啊，超过，因为他这个儿子很疯的赌博玩女人，这是他唯一的快乐。但是他爸爸的这种方法，佛陀的慈悲让他记不了半句，他更认真的记，这样啊，因为这样开悟了，回去终于背一句话，因为这一句话，所以他背完以后，整个下午都在想这句话，怕忘掉。各位，佛教很简单，怕忘掉这一句话，所以就把这句话藏到心里面，因为这样证得出果阿罗汉，出果的啊。怕这句话，所以各位，你暗时你爱想起，你就记这句话，卖想起，卖想起，光规刚按你都别想起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想要讲这句话，那你就没办法。我不要男人，我不要男人，哎，我不要爱睡，我不要爱睡啊，我卖爱情，卖爱情，你一天念一百空八遍，我卖钱，我卖钱，看你这缺点是什么？我比赛爱睡，剃头，剃头，所以那你要这个叫保持正念。哇！结果他回去以后，他爸爸给他十万黄金，他不要了。爸爸，这样太丢脸了。佛法多好，他要求干嘛？他要成为佛教徒了。所以各位，这是他的福报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也佛陀的善巧方便嘛，条件让你记未半句。我讲话是收好听，听到大家困到无半个，等于我未记了了呢。啊，所以没办法，但是这个末法已经不错了。啊，所以各位要想着众生，不是光自己，是所有众生。三业无污染，方堪受戒。外面他们在洒水啊，来遍洒甘露，众生离饥渴，因灵得度。嗡独林独林加独林梭哈，嗡阿吽，嗡阿吽。各位要用大悲心来受三皈依，而不是为了个人解脱。因为各位皈依过好多次了，每一次是要站在大乘佛教引导所有未皈依、未离苦众生皈依三宝，要每天这么想啊。这个世间光人就好了，只要有一个人还没有皈依三宝来修行，我们的忧心忡忡啊啊，怎么办呢？想要帮助他，就像你吃素了，你儿子还在吃肉，你就会想怎么办呢？怎么去帮助他？要经常这样来念三皈依，而且希望众生都得到戒体。各位就永远记住啊，有些人超度冤亲债主永远超度不掉，因为他的嗔恨心、他的怀疑、他的傲慢，连他的冤亲债主都不原谅他，你怎么超度呢？啊，但是你全然的皈依三宝，放下屠刀，必定立定成佛。所以有没有消业障，就看你有没有真实的皈依。所以第一遍一定要这样观想，念完三皈依，我全然的皈依，一点都不怀疑，这依教奉行，所以你的全然的业障都消除，恢复清净，不然你得不到戒体啊。戒体就是要先恢复清净才可以。第二个，念完三皈依，所以因为你全心的皈依三宝来依教奉行，来持戒，来发菩提心所八关斋戒，所以诸佛菩萨的光明戒体就现前，这也是靠你的心啊。那第三遍，你因为全然的三皈依来持戒，依教奉行来发菩提心受戒，所以全然的得到戒体。不但你得到，你所关心的众生都一起得到，啊，所以叫观想所有众生修业障，戒体加持，得到戒体，要不断的这样观修，养成习惯，而且真实就很多众生在我们念三皈依的时候，他们就脱离三恶道。就往生了，就超度了，就解脱了啊！因为用心去修行，每一句话没有法，没有高，没有低啊！每一句话都是生命的实践，不能说我懂，而是世间众生全部懂这句话才叫懂。要有这个悲心去读任何一句话，我们要用无上菩提心，这个世间最圆满的心，无上菩提心。所以佛要我们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这个大不是光你个人，
是对世间一切圆满的了解，对生命究竟的意义，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。所以人众生有情皆有佛性，要圆满地展现佛性。有佛性以后，那么如何把佛性变成成佛的果？所以从发菩提心开始消业障，累积资粮，永远不离开波罗蜜菩提心，最后成佛。那成佛目的呢，才开始作业了。就像你医学院毕业了，开始让众生都成佛啊。就像一个医生，就是要让众生都健康啊。但是健康还有死亡的一天，不究竟，但是让众生变成不生不灭永恒的法身啊。所以成就法身，圆满报身，慈悲化身，利益众生，这是每一个佛的责任。所以我们希望所有，而且发这个愿，所有的这些无情的山河大地都能够成为净土一样，没有台风，没有地震啊，处处都是。盖一个寺庙也要看风水啊，对不对？风水好不好，那个地方是不是适合修行的地方，就是如此啦。就像印度的菩提盖亚，哦，那是大陆的普陀山、峨眉山、五台山，真的是圣地。到那边你就感受到圣地的加持啊。所以呢，希望世界这些无情的境界，个个都变成圣境，连这个花都变成极乐世界的花，天上飞的鸟都是这些极乐世界视线的鸟，所有的声音都变成说法的声音，这叫非情的境界。所有有的有情都要承担他成佛的任务。所以各位永远相信，不要舍弃伤害任何一个生命，无论他对你怎么不好，那只是我们消业障，修忍辱慈悲，但是还是祈愿对方成佛，想尽办法让对方成佛啊。所以千万不要有嗔恨心啊、排他心啊、傲慢心啊，那你就没有办法了。一次、两次、一百次、一亿次，都要引导对方，所以这样来发起无上菩提心，来守每一条戒，来吃每一口饭，来穿每一件衣服，来起心动念，都不离开菩提心，这叫菩萨戒啊。毗尼律要上个厕所当愿众生，穿个衣服当愿众生，吃个饭也当愿众生，死亡也要当愿众生啊，同生净土，要怀着菩提心来过生活，来圆满生命。大乘佛教身与意轮都要三业圆满清净，你要这样修啊，你不能说以后才修，现在就要努力了，种下这个因。所以会骗人就是没福报，没福报才需要骗人，有福报不需要骗人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各位，但是你越骗就越没有福报，越骂就自己越没有力量。你骂人家，你讲别人是非，生生世世你讲真理没人听你，那不很可惜吗？但是我想要用声音压过他，不需要啊。我认识非常有威德力的人，或是很有钱的，讲话我都听不完，这样咚，原来他讲这么小声，我们都要听啊。特别女孩子，我认识的几个世界百富哦，百富哦，下回我带你们去看什么叫百富的女人的女人啊，她连桌上掉一颗饭，她都会捡起来吃，怪不得她叫百富。啊，请我们吃饭，他什么都是带回去吃，他自己吃，然后讲话轻声细语。哦，原来我看到菩萨有钱而不享受钱啊，他是来示现的，不然他怎么作为百富呢？啊，这是有特，但是这个所有钱干嘛？护持三宝，帮助贫穷啊，这是人家发愿来的，而且不让人家知道这种事。他跟那个商场上的百富又不一样了，他真的有实力，这也是我的福报。我见到这些人，大乘佛教所有的功德都要发愿回向啊。这个为什么你要供一朵花？因为我要成佛度众生，这个一定要发愿，然后再把这个成佛度众生供的花再回向给众生，每一个都一样，吃一顿饭、走路都是为了成佛，然后再把功德回向给众生，这样你吃一顿饭功德就很大，喝一杯水功德也很大，点一盏灯功德也很大
啊，就像念点灯祈愿文啊，点一支香啊，念烟供仪轨，供一杯水，上供下施。各位要把每一件事情，你去上班，你要发愿，愿所有人都找到善业的公司，愿所有人都能够如法的赚到清净财，愿他所做的工作都对社会有利益。你要每一个工，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这样做。所以愿大家都得到这些世间的安全福报，而借这个机会工作变成成佛的因，哦，就是这样。一个护士最容易的，一个医生也很容易的，一个法官，一个老师，因为他做这个工作在教化人间。那法官呢？法官在讲因果给众生听，对不对？你造这个业，因果，所以呢，你应该去忏悔六年，不是把你关六年。啊，透过这六年，你好好的，法官就把八十八佛交给他。你会不会去拜佛？背十八佛，你天天拜《华严经》，跪着念，你念完一字拜一拜，刚好拜完出狱。下回我们来一个佛教大法官，关一个佛教监狱，那多好啊！那个叫净土呢，啊，但是好好在里面拜忏，对不对？好好在里面修行，啊，这个就是莲花的意思。往生极乐世界在莲花干嘛？莲花里面忏悔，听佛忏悔，等你业障全消了，因缘成熟，花开见佛，出狱了，了解吗？出狱了，然后呢，就去参访。你看阿弥陀佛聪不聪明啊？先把我们关起来再说。啊，但是这就是善巧方便让众生成佛的方法。大乘的修行最大的愿就是念念不离菩提心啊。那菩提心当然就包含了刚刚讲的因果心、空性的心、大悲心的心、广修所有善根、供养回向众生的心、祈求众生都愿成佛的菩提心。那当然整个所有经典都在说这个，但是说这个就是那要回归那个点，就是我做什么事情要以菩提心为起心动念为动机，初中后都不离开这个。那后来菩提心变成你的生命，这个肉体生老病死这是随缘，它只是一个生灭，但是我的菩提心呢，那是不生不灭的，永远安住的。所以要不断的这样累积，这样最后圆满菩提心，才能够成就佛道，真实帮助众生。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业，叫人天福报，业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叫善业恶业。烦恼呢会障碍解脱，习气呢会障碍成佛。所以八万斋戒可以让我们得人天福报，断恶业积善业，可以让我们解脱生死断烦恼，可以让我们成佛断习气。那各位你要了解你是什么习气，你有什么烦恼，你有什么业，所以要多忏悔啊，多积善业。有些菩萨说，师父我很想出家，那出不了家，一辈子守八万斋戒就好了啊，变净人嘛啊，那没办法天天过午不食呢，没问题，吃素慈悲，晚上多施食，对不对？随缘。站在菩萨道又名长养，菩萨就像一个爱赚钱的老板，一直赚一直赚，赚到功德满满，叫福德资粮，智慧资粮，也叫波罗蜜菩提资粮。那是来自于三善根的做法的动机，念一下：无贪心的菩提心，无嗔恚的大悲心，无愚痴的大智慧。以这个三心去实践各种善业功德，啊，以三心行六度，各种善业功德来增长成佛往生净土的善根功德故。好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